我觉得山东博物馆这个做得好，他讲解的把这个东西写得很细，有很多博物馆的事还没写，你也不知道这都是个啥，为啥就是个啥，这些的话他把名字都写出来给你。大陶冶，这玩意儿是个蒸锅，我就说中间这个带洞洞的玩意儿怎么看怎么觉得眼熟，那是通蒸汽的，下面放那个什么，那是蒸饭的，蒸菜什么的，反正蒸锅。